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就跟我合影啊，可以啊。好吧，好，你好高啊，大哥。二三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不谢不谢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众人嘛，就大家都会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情，就是他其实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看到我就是拿着这个自拍杆在这里，就以为哎，说不定是谁是吧？然后就赶快来跟我合个照，很贼尴尬。